午的时间到当天晚上十点半才获得回复，这样子的效率可以吗？要不要检讨？这一次要用电大户来支援发电的状况，那你这一次的成本又要花了多少？有的大概8块钱，有的是比较贵的是10块钱一顿。十二块不？你有用到12块的嘛？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这一次光这一次，你告诉部长，这一次你的成本还要花多少？我们还没有算呢，我们这个等算出来再来回报。部长您辛苦了啊、哦！部长的一职呢是被公认最难坐稳的位置。那部长你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啊、哦，也就是在整个体系当中呢，经济首长的记录，你是小英政府任职最久的经济部长。15号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天晚上，从中午的时间到当天晚上10点半才获得回复，这样子的效率可以吗？要不要检讨？我们15日你台电就已经启动了虚电竞价。紧急机组的凑紧急调度机制，包括你请求台电、台积电用电耽误的花电，也启动了核2、核3厂，以及我台中涡轮柴油发电都发电了，水力发电来度过这一次的难关。这一次要用电耽误的资源发电的状况，那你这一次的成本又要花了多少？有的大概8块钱，有的是比较贵的是10块钱一顿。有12块不？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弹性两层啊，两个喷层，两层那个就12块，有没有？那是临时调它起来，有没有？有。这一次用到12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都有签约的，就会跟他签约，他愿意。你不用怕，我们要了解事实啊、哦，所以你有用到12块的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这一次光这一次，你告诉部长，这一次你的成本还要花多少？我们还没有算呢，我们这个等算出来再来回报。部长，所以本席第一个就是提问，我们有讨论的空间，台电很辛苦，全力支持台电，但是你们要怎么样供电稳定，你们必须要去检讨。